介绍今天出席的长官及贵宾。那我们也希望呢，畅明报的长官。接下来我们要非常欢迎的是田尾村王进峰王村长，欢迎村长好。以及呢，我们的开始由田尾乡农会，以及呢彰化县田尾公路花园协会，还有呢我们的彰化县田尾休闲农村同常务理事，欢迎。那我们后方欢迎，以及呢我们丁秋怡的常务理事，欢迎。巷尾设计点，这是我们田尾乡的秋冬的大盛事哈。啊，有咱公路花园发展协会，有咱农会，以及咱的小区呢啊，共同呢啊来主办的一系列的活动啊，配合着咱啊，感谢咱地方呢，咱公所甲代表会支持，甲咱各村各社区呢，大家一起动起来，欢迎全省所有的好朋友来参会、看花、赏花、买花，来田尾乡吃花餐、喝花茶、拈花惹草。各位游客来到田尾，能够多买几盆花，让我们的店家有那个量能，把我们的整个社区提升。你呢，来到我们田尾，真的非常美。我们希望把天天是花季这个概念，在田尾散播出去。重整新的元素都会出现嘛？啊，党家呢？哈，来展开去，他们是。继续呢，我们要非常欢迎的是我们的张威志常理事，欢迎。还有我们高慧跟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李信明李理事长，欢迎李主席您好。今天上来呢，我们要非常欢迎的是彰化县旅游产业协会理事长黄玉哲，对不对？不知道，欢迎啊，欢迎。好，继续呢，我们要非常欢迎的呢，这是南丁村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永前张理事长，欢迎。继续呢，我们要非常欢迎的是柳凤村村长周一郎周村长，欢迎。接下来洪宇敏洪科长，欢迎，在我们后方欢迎您。继续呢，我们要非常欢迎的是我们代表会的副主席李建宏李副主席，今天莅临到现场，欢迎我们的副座。以及呢，代表着我们的主席吴俊南主席莅临到现场的，就是我们的助理严义达严助理，欢迎。继续呢，我们要非常欢迎的是刘美兰代表，欢迎代表团，欢迎。还有各位大家请准备喽，花田巷尾设计的联合记者会成功，赞！欢迎大家一起来田尾走一走，逛一逛，跟我们来欣赏我们的田尾的美。好，来，我们请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右手边，右手边哈。好，谢谢。